天空是怎么样的云，它停了多久也还是要飞走。对于爱唱歌的梦醒对我说不可以退后。后来像某个人跌倒的我，一个人却擦眼泪的那时候，我的心是一个记者，记录最真实的我，写下对世界的感动和学会不爱哭的我。就像跟孤单赛跑忘了起跑线的我，就在到达前一秒钟想念小时候的枕头。说的每个字都慎重，爱情是什么样子别告诉我，让我自己摸索。后来像某个人跌倒的我，一个人却擦眼泪的那时候，我的心是一个记录最真实的我，写下对世界的感动和学会不爱哭的我。就像跟孤单赛跑忘了起跑线的我，就在到达前一秒钟想念小时候的枕头。我的心是一个记者，记录最真实的我，写下对世界的感动和学会不爱哭的我。我的心是一个记者，记录最真实的我，写下对世界的感动和学会不爱哭的我。就像跟孤单赛跑忘了起跑线的我，就在到达前一秒钟想念小时候的枕头。我的心是一个记者，记录最真实的我，写下对世界的感动和学会不